荣誉加冕的纪念。他也迷茫过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方向。然后我曾经问过他，我说花花你现在坚持什么？我强行拉住定义这个自己的心目中目标嘛。他那个时候就这么跟我说的，他想帮我完成我自己的梦想，帮我做到 KPL 第一教练。当时的话，因为我在 KPL 的目标的话已经实现的差不多了， K 哥的话在我心里一直是我心里的第一教练，我想帮他拿更多的冠军，让他成为 KPL 历史上面冠军最多的教练。两人也都有自己的招牌英雄，花海100%胜率的肉凯，小胖也有全胜的宫本武藏。这是一场野区霸主与天才打野的较量，对抗路则是两大 FMVP 间的对决。Fly 保持着 KPL 常青树，但状态似乎与新生代 FMVP 坦然比起来不得不服老呀。仔细看这几个赛季 ESR 的比赛，坦然才是这只大魔王的关键先生。坦边在前排开天辟地，还能开出完美团战，站边也能开瑞全场，好像关羽还保持着100%胜率。坦然已成为飞牛连续几次没有跨过去的坎了，这一次压力依然很大。中路位置，新生代中路万花筒骑士王青荣，大法师工具人法斯团战屡屡有高光。项羽则是不温不火的保守打法，擅长长手法师猥琐后排输出。这个位置青荣有绝对的压制力。游走位 ，ESTAR 的团队大脑子阳，一位实力大于名气的选手 ，A 剧放出去的冠军辅助，当初在 A 剧青训只能混个替补，如今练成了顶级辅助。千里马常有，而伯乐不常有呀。巴玉鲁两个恶霸，一针激进打法比以前收敛了不少，妖刀则是稳中带秀，是蓝队最稳定的输出点。如果说妖刀跟一针五五开，小胖和花海五五开，其他三个位置 ESTAR 还是略胜一筹。这场总决赛希望看到一场世纪大战，不要再出现什么5408、0758了。